有同学问怎么还不出月饼教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首先用铅笔画两个圆，加上圆圆的三角形脑袋，画出长耳朵，加上四肢和小月饼，头部中间轻轻画个十字架，标记眼睛、鼻子、嘴巴位置。用橡皮擦浅后，拿棕色彩铅描一遍形就画啦。什么？画太快记不住，简单，收藏一下，画的时候再看一眼啦。黄色平涂整个月饼，呈棕加深一遍，深棕加深纹理缝隙，再用呈棕用力上色，留出花纹浅色。红棕加深暗面，橙色用力上色磨皮，让月饼更光滑，再用白色提亮局部反光，月饼油油的质感就出来啦。手里捧着的小月饼一样的用色哦，白色兔子的暗面用浅灰上色耳朵，腮红和脚掌用肉色加玫红，嘴巴用玫红加红棕，再用深棕画出鼻子和眼睛，月饼就完成啦。旁边可以加几朵桂花点缀画面，黄色平涂，橙棕加深缝隙，最后在月饼上点上几个小高光，让画面油光发亮的质感更好哦，快去自己试试吧。